怎么去连接这一台小米 G1 的扫地机器人 ？OK， 首先你去你的 setting， 连接了 WiFi， 必须要是连接 2.4。假如你有 5G 的 WiFi， 先 forget 你的 5G WiFi， 连接 2.4。这里没有显示 5G， 就是 2.4 的 WiFi。OK， 然后去你的 Mi Home，Mi Home 来之后再 Mi Home， 然后去我的，然后去 setting。地区必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 ，OK， 然后再去米家按添加设备 ，OK， 去找扫地机器人 ，OK， 然后找一 G，OK，G 一就是这个按进去，然后他有教你按这两个 button 的。按这两个 button， 重置 WiFi， 进入网络配置。OK， 按了之后再 tick go， next， 这也是你的 WiFi， 然后你 connect 的 WiFi 它就会显示出来。OK， 然后按 next， 再按 WiFi 这里，再选择这台扫地机器人的 WiFi。打勾了，去回 Mi Home 就可以了。网络连接成功。OK， 完成。